换上了短袖，这代表春天的脚步来了哦。今天点心啪啪扣要带大家来一场春日找茶去的下午茶时光，而且两家分别代表东西方不同的茶文化哦，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走吧。第一间造访的春日午茶充满浓浓的法国风情，除了在大家喜欢逛的百货公司里头，逛累了就坐下来，是常常在法国街头上演的生活哲学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午茶时光哦，可是坐在一个具有非常悠久历史来自法国的一个空间当中哦，要跟我们一起介绍这个午茶想念的，来欢迎主厨 Eric，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哎，主厨，你是法国回来的对不对？是。所以这一家百年的面包店在法国，它是至于法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面包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连锁面包店。那在以连锁面包店来说，它算是中高级。中高级。对，然后在路边或是百货商场，其实随时都能见到。是那种三步一小家，五步一大家。对，市占率非常的高。而且他，我知道，就是这边已经是他们法国，就是家传的祖传到第五代了。是第五代有超过百年了吧？超过了，123年。嗯哼，那在台湾呢，其实也算是他亚洲区的这个海外的一个这个分店了。所以呢，其实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所有的那个面包的那个面团，真的都从法国来的吗？是的。我这资讯有没有就是需要修正的？原汁原味，100%。怎么从法国？它是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它是运用冷冻急速冷冻的技术，然后再用低温控管的运送仓储，然后运到海外来。其实它除了产品空运来台，是不是整个店内的装潢也特别的讲究？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店内装潢都是以法国的设计，以他们的设计师操刀，甚至连灯具、木饰。跟一些配件全都是法国那边进来的。成立于1889年的法国老牌面包店，对每家海外分店的细节都非常的讲究，原汁原味啊，不仅要呈现在食物上，就连分店的装潢气氛都要和法国总店同步呈现一贯的欧洲乡村气息。这些古典家具、吊灯、绣花后窗帘，还有壁画等等，通通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加上大量的木造陈设啊。走进这里，就好像是推开一扇香榭丽舍大道上面包店的门一样。闭上眼睛，让我们假想现在身在巴黎，接着就一起来品尝这一场法式午茶吧。主厨这边推荐我们第一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艾曼达鸡肉煎饼。鸡肉。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使用可丽饼皮。然后去包裹里面我们的食材，像鸡肉跟艾曼达乳酪丝，还有菠菜去做成的。可是啊，其实我知道这边餐点啊，每一道都会有来自法国的，所以在这个鸡肉煎饼里面，哪一个部分是来自法国的？可丽饼皮。哦，可丽饼皮哦。对。所以他们连可丽饼皮耶，这样子的元素都要从法国进口哦。哎，法国人其实还蛮古猛的，对不对？他们对产品品质非常要求。好，那这一道啊，我们看到就是它其实在这个可丽饼里面包了有这个内馅，对不对？然后上面附一个太阳蛋，是，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是烤过的番茄跟一些新鲜生菜。所以我如果要吃的话，要怎么来享用这一道？因为基本上在门市，我们都会建议消费者把上面太阳蛋划破，然后它的半熟的蛋液就会流到我们的可丽饼皮上。好，那我要来试试看。好的。开动喽。我刚好吃到那个打折的地方啊，对，然后它那个饼皮一层一层的，好 Q 哦，也就是法国可丽饼皮的特色，而且它咬着咬着啊，就是它饼皮本身就有一股香气耶，它的麦香味，然后呢，中间的那个菠菜的那个馅料啊，我觉得它很浓郁，但是因为加了菠菜里面，所以它不会那种就是油腻感。那些鸡肉啊，它的那种就是嫩度，然后搭配上那个蛋汁一起滑下去，所以你吃起来是会有那种湿润当中带着润滑，然后又有饼跟鸡肉的那个胶感在里面。
富有嚼劲的可丽饼皮，之所以要进口，是因为品牌严格要求面粉来源要是自己砌做的乡村冬麦品种，所以就算是加入浓郁的乳酪内馅啊，也丝毫没有把饼皮本身的麦香气息掩盖过去哎。而且这里头包的芥末烤鸡肉，哇，也太大块了吧！嫩滑的肉质还饱含着肉汁，一旁还附上了普罗旺斯烤番茄，还有清爽油醋酱的鲜蔬沙拉，来增加这餐点的酸甜与清爽滋味。整个套餐分量十足哦。鲑鱼，我们还有另外一样也是从法国进口来的秘密武器，那就是我们使用的茶。那你现在，你说我现在倒的茶吗？对，这个是法国进口的茶哦。对，它这款茶它是它的品牌是法国非常知名的牌子。嗯，它的茶特色就是它使用比较天然的茶叶，并不添加其他的香料或是添加物。所以虽然说它的茶就是入口会比较清淡，但是它的味道香味非常浓郁。那主厨，我们现在就是喝的这一个茶，它是什么口味的茶？它是法式的蓝伯爵茶。我有喝过伯爵茶，我没有喝过蓝伯爵，可它不是蓝色的啊。对，它取叫蓝伯爵是因为不会，它是因为它是以伯爵茶为基底，然后添加了那个史特菊的花瓣，那史特菊的花瓣是蓝色的，所以就把它叫蓝伯爵茶。好香哦，而且它的那个就是除了茶味之外啊，然后它的那个花香是一个很明显，但是你其实喝起来你又不会觉得它是刻意添加进去的，就是它整个是那种融合的那个口感。创始于1854年的法国马黑区，这法国国宝级的好茶品牌有超过100种的各式风味茶，都融合了各种的香味与茶香，像是接下来的这一款皇家昏曲礼茶，浓浓的香甜奶油气味，不是因为加入糖浆哦，而是茶叶本身啊，就把这股甜蜜气息烘焙熏至进里头。而这样的百年制茶魅力啊，真的是一定要尝过才知道。在一阵这甜蜜的香气当中，我想是时候来一点迷人的法式甜点了。这边呢，其实如果你两个人来的话，你可以选这个套餐，我还蛮极力推荐的，因为内容好丰富哦。这是双人下午茶套餐的分量。对，双人。就是包含茶，然后两款茶，两个主要甜点，还有我们搭配的一些咸点跟小面包。然后这边呢，我们先从边店开始好了。这边呢，照例要来问问哦，哪些地方从法国来的？饼皮，是它的千层的面皮，是上下的这个，上下的两层，对，然后我们是以这个千层派，然后中间夹那个是卡士达酱跟新鲜的草莓，新鲜的草莓，然后一起来去呈现的。爆浆，然后呢，上下的那个酥皮啊，它非常的就是一层一层很分明，可是它吃起来是我觉得是酥爽的耶，就是它完全没有因为这个卡士达内馅的那个水分，然后去让它的那个饼皮有润掉的感觉，还是非常的酥口，而且啊，上面这里有一点点比较就是类似焦糖的感觉，亮亮，那是撒了糖粉再去做烘烤，所以它会让你整个派皮的饼干呈现更焦脆。对，它有一个那个烘，就是我觉得有那种炙烤过后不一样的香气，所以上面的这一层有糖的跟下面的那一层有糖的，它又呈现不一样的那种口感在里面。这是店内应该我觉得超受欢迎的一款甜点吧，这是我们明星商品。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千层派不是一般细长的长条形哦，而是方方正正的正方形，除了分量诚意度十足之外啊，这造型也多了用刀叉漂亮分切的施力点。哎，这一点对于一个优雅女生来说可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要顾形象嘛，所以这里正方形的千层派真的是要好好的欧露一下啦。这么多的甜点里面呢，其实也有这种咸的小点，对，这是我们的甘纳贝的小咸点，可以稍微呢让你的那个味蕾有不一样的那个
气氛呈现哦。然后这边啊，主厨我要问你老问题了，什么东西来自法国？好，基本上，那尾鱼你手上那个摸的这个面包，它也是从法国来的。哦，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面团的部分。对。可是我看这一个面团，它跟一般的那种白面包不太一样，颜色比较深。它颜色比较深，它加了黑麦。哦，黑麦。对。哦，然后就揉进那个面团当中。对，混合。哦，这样是会让那个面包比较不一样的面。它口感会偏酸一点点，类似像德国那样的面包。嗯，好。然后上面我们搭配的是一片薄的这种火腿。火腿片。嗯，然后跟酸黄瓜。嗯。中间呢、啊，不是还有抹一点点的那个奶油在里面，然后所以那个面包，那个面包我觉得它其实除了就是那个麦子的香气比较重之外，那咬起来有一点那种黏口的感觉。黏口是因为你一般你含麦量比较高的面包、啊。它其实会比较扎实、而且会有比较嚼劲，含水量会比较高。对，就是那种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它吃起来跟一般我们吃到那种干干松松的那个面包不太一样。然后呢，真的有酸味，因为除了来自那个上面的那个酸黄瓜的酸之外，你咬着咬着，它的那个面包会释放出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有时候你喝那个黑啤酒的时候的那种麦子的那个香气，就是它浓郁到有点酸淡淡的那种酸。加入大量的黑麦与全麦粉混合鞣制发酵而成的面包，就是被称作乡村酸面包的经典法式面包款。据说从15世纪开始就是法国平民餐桌上的主食哦。不过大家不要听到酸就害怕啦，这股酸是来自黑麦的酸香。就我个人来说啊，还蛮喜欢这股舒爽的酸香气息。你看看这庞大阵仗一字排开的双人下午茶，分量很是惊人吧。想要一次就可以品尝到多种法式经典滋味的话，这样的组合是一个轻松入门的早茶好选择哦。优雅的品尝完法式午茶之后，待会我们要来个有气质的中国茶飨宴，而且冰的、热的都要呈现完美的茶韵甘香哦。世间上最止渴的饮料莫过于是茶了。在南京东路这间人文茶馆，让喝茶这件事情变得轻松、随性、及时、无距离哦。接着就跟我们一起进去找茶喝吧。首先呢，我们春天要品尝的第一道茶呢，就是在一个富有非常人文气息的茶馆当中哦。先来欢迎我身边的李店长。Hello， 你好。大家好。哎，这边空间好舒服哦。对啊，因为是人文茶馆。对，然后它整个空间啊，就是我觉得它包括很多用一些那种竹子啦，或者是一些那种很大量的木造的那样的感觉，其实就是很东方的人喝茶的元素，对不对？但它其实又没有，我觉得像那种真的是茶道那么有距离感。是的。所以春天啊，这个季节，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品茶的话，店长有没有推荐哪一款茶是正适合这个季节来品尝？有，像现在春天就是万物刚开始的季节，那事实上茶一年有六次的采收，那品质最好就是春天和冬天，那今天推荐您的在春日早茶区，就是推荐您春天的文山包种茶。文山包种茶这个产地是来自北台湾，对不对？对，我们说北包种，南乌龙，那其实台北区域最有名的就是包种茶，那它的产地是在台北平林。我们的品种是清新乌龙。清新乌龙。对。哎，店长，你刚刚才这样倒出来啊，整个一阵的茶香扑鼻耶，好香哦！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感觉。好，好，现在我们看。哎，我觉得凑近鼻子，它的那个清香感觉更浓郁了一点。好，我来看。它带有一点点青草的香气。我觉得稍微你在喝的时候闭上眼睛想象，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不是在室内，你像来到一个很风景瑰丽的那个半山腰的茶园当中的感觉。
真的真的哦，因为这文山包种入口的清香，还带着一种近似花香的香气。这股香啊，一路从口腔中向上升华到鼻腔，到脑门，让人瞬间啊，好像置身在一种舒服自然的境界中哎。而甘醇滑润的茶汤，更是喝起来入口生津。店长说，这是因为他们在一年六次采收当中，坚持只选用正春还有正冬两季所产的茶，为的就是要呈现当季茶叶最佳的风味气息。而我们今天品尝的文山包种，就是最当季的正春茶哦。这道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招牌麻香面线。招牌麻香面线，那它是主要是麻油拌面线。麻油哦，对，麻油拌面线就是姜老姜去爆香油，就是麻油，然后再加入我们自己特调的酱汁。特调的酱汁，而且我看到上面啊，就是还有撒一些油葱啊，然后芹菜啦、枸杞啦，所以它其实是走那种比较东方养生的那个概念。对，是的。好，我们来试试看。而且这面线呢、夹起来感觉非常的 Q 弹，而且它其实就是你在那个稍微把它翻动一下的时候啊，它的那个香气整个就是会一直冒出来耶，有姜，然后也有那种麻油的那个香气。虽然它麻油香气很重，可是不会很油腻。对，因为我们有在加入一些比较清爽的酱汁，像我们有在加入红葱头，然后当归去提它的香，所以不会觉得只有姜的香。然后里面有蒜头香，也有葱头香，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属于药膳养生的香气。因为诉求喝茶要喝得轻松随性，所以这里当然也提供许多用餐或者是半茶小时的美味选择。养生概念十足的麻香面线啊，将台湾人最喜欢的麻油香气融入在面线当中，却能够吃起来清爽不燥腻，所以就算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也可以轻松品尝哎。其实春夏的交际啊，店长，那个季节是，然后那个温度是越来越热的，是，对，所以其实大家在喝茶的时候也会想要找一点消暑的滋味哦。那我觉得在这边其实你可以找得到很多的这种台湾茶，但是呢，它结合了一些比较创意的元素，然后去变成冰冰凉凉的茶饮哦。像是我前面的这一杯，哇，看起来就很消暑哎，它是有一点结合那种冰沙的概念。对，是的，这是我们推出的冻饮茶。那事实上冻饮茶呢，在冷饮的部分也是由我们茶馆开始在推广的。那冻饮茶指的就是这种介于大冰块和冰沙之间的碎冰块的饮料。那其实冲泡出来，在调制完之后，大概都是温度介于在-5°C。-5°C，所以会非常冰凉。而且其实真的，我们一般在喝茶，比如说热的那种茶，你要去呈现那个茶香的滋味很容易，可是冷茶不一定这么容易，对不对？其实只要茶的本质，然后再加上一些制作的手法，事实上它的香气和滋味都还是可以非常的浓郁。你可以试试看。我们要来喝喝看，我先喝喝看再问店长这是什么茶。有柠檬，因为我有喝到那个柠檬的那种果香清香在里面。可是啊，柠檬之外啊，它有一个很醇厚的那个茶韵茶香在里面呢。这个茶的滋味完全没有被柠檬盖过去哦。这是什么茶？这个是翡翠柠檬绿茶。翡翠柠檬绿茶。对，翡翠以前是鸟的名字嘛，翡就是红色的鸟，翠就是绿色的鸟，然后后来拿去当作玉。翡就是红，然后翠就是 绿，对，那我们把它当成宝石，那表示这是很高级的绿茶。选用高等级的台湾绿茶之外，这里还将新鲜的茉莉花与茶叶一起焙火熏香，所以酸甜当中啊，还喝得到芬芳的茉莉花香气哦。甜度来源的糖蜜，则是店家用蔗糖熬煮而成，经过雪克器将冰块、茶汤、新鲜柠檬汁还有糖蜜快速搅打融合之后，这一杯盖满漂亮泡沫的冻饮，酸甜韵香的滋味全都饱含进了里头。冰冰凉凉的冻饮，我们就来搭配几道招牌的手工小点喽。
这个是什么？这是芋头糕。芋头糕哦，所以它是我们吃的那种比较古早味的芋头糕吗？对，是的。嗯，然后它是把它酥炸过后，是不是？对。好香哦，是不是还有撒一点那种椒盐的调味在上面？具体芋头的香气，还有米香。而且啊，这个芋头糕我刚刚近看，我发现它有整块的芋头在里面哎、就不是那种完全磨成那种芋泥的那个感觉。好，我来先看这个。好酥哦，而且啊，它就是外面酥啊，然后里面呢，因为炸过之后啊，它有那种就是比较软软的感觉，可是你吃到那个芋头又有 QQ 的感觉。对，是。嗯，这个。是我最推荐的茶点，因为啊，它是大甲芋头，那本身采用芋头角的方式是让口感很绵密，然后很松软，可是我们的米浆的部分，它是把它处理得很 Q 弹，所以外酥，然后进去又是 Q 弹，然后再吃到芋头的绵密，绵密跟那个芋头的那个香气，非常有层次的一道茶点心。哎、这个越嚼越香耶、而且稍微有一点咸的滋味，然后搭配甜的饮料呢，我觉得还蛮让那个味蕾有不一样的那个变化。酥炸芋头糕啊，是越嚼越香，吃起来就是纯粹自然的古早手工滋味耶。果然店长推荐的是绝对人气的好滋味，这让我更期待接下来这一道店长推荐的人气小点喽。然后第二道同样也是炸的，这个叫做黄金炼乳馒头。黄金炼乳，可是哎，店长，我要先问一下，推出这一道会不会就是太小看我们？这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其实不会，因为它还蛮费时费工的。对，在处理的过程中，不就是炸馒头吗？馒头丢下去炸，就这样啊。你可以试看看，它吃起来它是外酥，然后里面它还是保有面粉的香气，事实上会越嚼越香甜。哦，店长形容的好像还蛮厉害的，我们来试试看。哎，等一下，你看它只有外面那一层是黄金的胶皮。哎，我稍微把它就是那个断面打开来看啊，它外面的那一层那个脆皮也太薄了吧？对，怎么有办法可以炸成那么薄？这跟我一般看到那个炸馒头好像不太一样。就光看哦，然后啊，我刚刚筷子稍微触碰到这里面啊，好软哦，是非常有弹性的。对啊，很软，然后很 QQ 的那个感觉。哎，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厉害哦，我们来吃。然后旁边要配上这个炼乳，炼乳酱，对，它是黄芥末加炼乳。不是一般的炼乳哦，不是，它除了甜之外，它还带一点点咸辣这样。哎，所以连酱都是有调和过的，哦，好酷哦。跟你说声对不起，真没有很就是应付我们。它里面的那个馒头啊，就是它的那个组织吃起来就像面包一样，然后呢它比面包来的更扎实一点，可是啊它的那个柔软的哦，又带有那种咬到最底的面心有一股回弹的那个力道在里面，好厉害哦，这炸馒头也太厉害了吧。为什么可以炸成这样，有什么秘诀吗？可以讲吗？这个就是用心就好了。哎，店长欲言又止哦。不过啊，我猜这先蒸过，而且热腾腾就丢进油锅中小火慢炸啊，一定是黄金馒头这么厉害的一个小绝招。不过真的是要佩服店家在设计餐点时的用心，因为就连简单的炼乳沾酱也特别加入黄芥末来调和，恰到好处的芥末新呛味啊，让这蘸酱不会过于的浓郁甜腻，简简单单的炸馒头啊，也瞬间吃起来在滋味上升级了许多哦。这真的是可以登上我心目中炸馒头的 No.1 哎！宽阔的空间，舒服的视野，闲适的气氛，这个时候来份甘醇的冷茶或热茶，这一杯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品茗的东方饮品。正是春风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我说各位朋友啊，不要再窝在家里头了啦，跟着我们一起去找茶，好好品味在茶香、甜香、美食香里头吧。点心泡泡购，我们下周见喽。